记者李湘文综合报道。前 FIR 飞儿乐团主唱费耶·詹文廷脱离团体后开始发展个人事业，日前受邀担任婚礼歌手，被发现身形圆润了不少，意外引发热议。他得知此事，12日亲自出面回应，幽默表示，本只想低调地参加个婚礼，竟然又上热搜，着实感人，正向态度博得网友好评。原本瘦瘦的费耶，日前出席婚礼，被发现好像变胖了。图翻摄自微博，费耶亲自在微博 PO 出婚礼侧拍照，笑说既然都已经上了热搜，前催自己多分享一些照片。他承认最近变胖了一些，是真的比10年前重了2公斤，但也感觉到自己变得健康很多，比较少感冒气喘，因此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，我才不要那些盲目的追求而牺牲声音与健康。费耶主动 PO 出婚礼当天的侧拍照。图翻摄自微博，费耶下划线詹文廷。费耶乐观面对网友质疑，看到菲儿胖了变成抖音热搜话题冠军，还亲自截图庆祝自己勇夺第一，开玩笑呼吁粉丝加油啊，别让婷婷掉下来，令歌迷爆笑，哪有这么希望自己胖上热搜的，太可爱了吧。也因为正能量的发言赢得不少赞美。菲儿胖了冲上抖音微博热搜榜。图翻摄自微博，费耶下划线詹文廷。费耶超海庆祝上热搜。图翻摄自微博，费耶下划线詹文廷。